然后呢？然后我现在拿手上拿的。然后现在手上拿的是那个图画绘本。要做什么呢？要送给你师傅。好啊，那你就送给他呀。还有呢？然后还有这个。那我们现在在哪里呀？我现在这里是家安的家里。哦，还有他姐姐，还有一个弟弟，对不对？哎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妹妹呢。出去。哦，一个妹妹出去了。还有呢？嗯？因为我的脚长得太大了，所以鞋子都不能穿。那因为还很新，对不对？所以看看李思佳可不可以穿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李思佳可以穿吗？可以耶！我觉得李思佳穿起来更可爱耶。